拍了，他总共呢就有2700多颗钻石，一共呢就大概130多颗钻石吧。通过最新的 3D 打印技术，配上我们独特的铸造的技术呢，到一个星期就可以出货了。男生戴为主，不同客户定做了，包括来自印度啊、泰国、东南亚的市场。